听过吗？男孩子叫阿黑哥，像我们是来自小梁山，马边、鹅边就统称为小梁山。这边女士叫什么？叫做阿咪子，口是旁一个米。然后男士叫达色，就是阿哥的意思。说今天阿平对我们称呼都一样，女。 哈哈哈哈哈！这么跟你啊，好好好，谢谢。